苗栗县中南镇和个后龙镇个回旋地片，因为系东河个风冲，离岸老群间个风力发电，慢来都看得到。后龙镇公所廿三万个是争取不出，而个是内烟高入干。第二下，泉州学校老后龙和芒果地片，电力户外教学课程个场所。第二个，伊都学校是做户外教学。中南国中就安排和芒果的体力老年年的口腔，希望学生的老年师期待家乡。一群一群的学生的用创造的方式，在和芒果的特色味素饮食风力发电和苗栗海水的体力，一行出户外的口腔，比起教室多看地图算命，学生的主持都好多较佳。课本上有些要那个后龙系的地理位置，但其实上课的时候其实没有很清楚。但到现在的时候，就是可以看得更清楚。所以我相信来这边学生，他们一定会有获得一些比平常生活经验、跟课本经验，还有在课堂环境里面更多的收获。苗栗中南国中教外教学特别安排青年生的学生诶，提前到后芒果认识苗栗的海岸线，对后芒果看下去，做得看到后龙海同西湖海的出海口，认识海鲜的风采，未看到离岸同岸上的风力发电，认识苗栗海顺的天时同风力，学教室的创观，一本学生诶看到苗栗。那今天特别带孩子来这边看，其实是看我们苗栗县的沿岸，它的地形，还有结合风力发电厂的那个风力发电，还有其实是我们这里有很著名的风检树，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会介绍到。后龙镇公所也表示，一下当初建都去争取在后芒果来做能源教育馆，还把香港做的顺势兴建后芒果处的观光的功能，还做的增加教育功能，变做学校户外教学的另类教室。客家新闻总主编苗栗报道。